大家好，欢迎收睇初哥学投资，我是李国庆。分析宏观经济走向，除了各国公布的经济数据之外，经济合作企业发展组织的综合领先指标，即是 CLI， 都可以预测经济的景气变化，值得初哥留意的。CLI 主要是提供商业周期转折点的信号，领先商业周期大概六个月到九个月。 CLI 的指标包括订单、库存、金融市场指标、商业信心调查等等。 CLI 研究的范围包括美国、中国、德国、日本、印度、巴西等等，因此可以视为全球的领先指标。 CLI 以100为中轴，高于100呢反映经济保持增长，低于100呢就是经济不景甚至是衰退的信号。 CLI 对股市亦有前瞻启示的，例如在金融海啸发生前， CLI 呢在2007年6月见顶回落，恒生指数标普500指数就在同年10月才见顶。总结而言， CLI 是经济和股市的前瞻数据，投资者研究宏观形势的时候可以利用这个指标作为参考的。